连外国人都羡慕台湾这些地方好棒棒。我一天要骑脚踏车的时候，发现我脚踏车不见了，真的无法相信我的脚踏车真的在路边的门口三天，然后没有人家碰。你看那个车有多烂，真的。没有要讲，日本朋友呢，他们就非常非常羡慕台湾假期很多，是日本差不多有两倍。日本人一年只有四天休假。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